I don't give a fuck what you say. Yeah, I'ma do shit my way. Hello， 大家好，我是猫麻，我们今天要来，没错，雷军四。那我们先来拍一个特效啊，所以我们一样日常打拍一下，好不好？选择强捕捉的航空吧。我要把异星下光，好不好？对。那我们今天目的就是先拍特效，好。所以日常打拍计划大概是四星特效拍完之后才有机会，就是执行我们的计划。对。八一计划。哇，好威严，好像有变头球。来看一下这弹的头球率怎么样。把摇杆球向前拍，是精灵球。慢，飞哥慢，集体慢下来。三颗，咔嚓。正常，正常，正常现象。好，计划时间。把摇杆球向前拍。好了，是超级球。对，是的，盖过去。准了，装三星，一颗，两颗，三颗，没有。哎，还有一只，不错啊，三星这样。太好了，抓到宝可梦喽！来，来。太好了，是卡车程度。我现在我超级球打开了。先打出来了，这个，对，就是他。三个不行，太好了，不会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吧？捕获时间，哦，他到了，救急球机会。这颗自己走亏了，向前推，算了，是精灵球。这个会出现是我叫做三次从头白的正中了，放后边。哎，你的彩虹球呢？飞去哪了？刚刚他有飞到彩虹。不必后就可以把宝可梦带回去。接关。啊，不要再动，他不是要换我打吗？来吧，一换位就爆。不会，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吧。捕获时间，我没带啊，把摇杆球向前拍，是精灵球。下了，今天那个游总啊，他在大陆发下第二颗，下，交换了，下，这送火车直接好，看火车直接回换，换了，换了，换了，对，十个是他。我不知道，这那一小鸡鸡，对对对，小鸡鸡，小鸡鸡，真的是小鸡鸡。哎，宝可梦好像掉入了什么？后面两只交换机会。没有。哎，好，你看他用摇杆球选好后，按下按钮决定交换宝可梦。一万一啊！别慌，别慌。野生的现在出现了，去对战并捕获吧。就是，来吧，派出你的宝可梦。哦，还缺嘞，好歹留个三单给我。还缺嘞，哎呀，各位，好了，等你下次有赛。把摇杆球向前推，下了。太好了，这种推的都还蛮准的啊。下了。呀，有机会。来，没，太好了，你带着宝可梦喽。嗯，我是蒸汽火车程度。对，救急球打开了，打回来。光头小丑，真的，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下了，下了。哎，我终于有机会打五星了！哎呀，终于！哎，你已经打两次了，再打第二次啊？没有，他刚打，我还没打过这只啊！哦，他刚才有打欧斯啊，这次打五星啊？对啊，欧斯也是五星，打救急啊！太好了，捕获机会，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吧！捕获时间，怎么用？救急球机会！把摇杆球向前推，好厉害！
慢的。啊，卡中间又快又慢，真讨厌。对，就卡中间，又慢又快又高级。一样啊，反正旧级就没差了，只是差没有力值啊。高级双爆，高级很不错。对啊，真的、哦。对，高级旧级为什么要？对，嗯，这种快的就是现在，真什么核心的五段时间，对不对？真。旧级求接班，不要搞错，他还在。把摇摆球向前推，怎么这样？这样。是幽灵球，差一格，美女准备了，恭喜顺顺，对不对？哎呀，怎么没有呢？可以捡，救急球打开了，来了，赶快想起来，好，现在过去了，应该快到我了，野生的黄熊又是这样的。他要针对别人干了，我刚才上面是也不对，他多了，他失误了。不要捕获机会，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吧。这个小甜女哟，不用推啊。救急球机会，嘟嘟嘟嘟，把摇摆球向着他丢，又是心灵球，不偏不倚，正中间。他不给你他给你他给你他给你看得出来等一下看得出来他真的是这样毛可梦好像掉今天才第一天接关辛苦了快乐我下课开碰小硬了记听版谢谢哥我没有你这很多嘛哦你没有，我最近没有啊，他没有自信。我今天就抓三只，他就正式做说，还是我自己严格。我这还是业务欠我，你不要换那个。没有，再下一杀。叫出宝可梦吧，不要这样想。你有两只还是三只？你没在拍啊？有，他在闪电，在拍。你这种没有死的人来看，他不是这样子的。拉面的头发。哎呦，可以啊，可以啊。我们要下来又交换，速战速决，速战速决。五段时间。好接了。对啊，我刚有看到啊。把摇杆球向前推。哎，慢的，飘掉啦。又快又慢，哎，我那头高级。有，我着急过，到了，到，那就硬了。交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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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交换，借你三十块，没有，没有。看，哎，宇宙。好了，各位，那猫麻前面这几部会以番外篇为主，是因为猫麻这边有在录一些特效嘛，那刚好就会顺便打开遇到这些这样子。没错，非常非洲的一天，好不好？没关系。那猫麻讲一句老实话，这一阵子其实刚开单打了也不少视讯卡，所以各位，猫麻这边哦有四张卡片，哦这四张巨藻，然后三姑的粉红色这一只。艾姆利多路卡利哦，以及红色的喷火龙都是这一弹的，好不好？那我们只抽一个名额，所以哦，各位自己选择你要什么什么，好不好？各位，好啦，我们这一部影片大概就到这边啦。喜欢记得按下喜欢，按下订阅，按下赞。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各位，拜拜。